完了，我都替他紧张。等一下，这个笑容有点过假。叔叔好，你把模式打开。叔叔好久不见，叔穿这么帅啊？帅哦，一猜你就是因为今天录节目，肯定得凹一下造型，有包。太帅了，帅帅帅！快快快快快快！还染头发了？刚剪头发啊，不显得年轻一点呢？不是。哦，新的桌子，哦，新的柜子。这是我跟我爸妈在杭州买的，所以他们去杭州去装修，然后刚好就录了一个节目。哦，好漂亮啊！我先把东西放上去好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。他干嘛？他躲在楼上了，你知道这些吗？不知道哈。我不知道，我上厕所了。躲楼上了，哎呀，来了，逮个正着。哇，这橘色窗帘买的很好哎。好尬，这就是见父母的样子。看到家里这么多机器，你会不会有点兴奋？嗯。哎，你爸爸是干嘛？我爸摄影。哦，摄影。我爸是3C 达人。以前你拍人，没想到今天被拍。感觉会不会很不自在？啊，我不接话。你爸，快来吃饭了吧 ？OK。快来吃饭了吧？救命！